Position means an opinion on a certain subject，指的是根据呢某一个主题的意见，因此指的是立场或是态度。我们看一下例句：The new mayor had a difficult position on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 the city and decided to make some changes to it。这个新的市长呢，他有不同的立场，在什么上面有不同的立场呢？在这个城市的健保的系统呢，他有不同的立场，然后他决定呢要做一些改变。例句里面，a position on something 指的是对于某件事情的立场。那 decide to do something 后面加原形动词，指的是决定做某一件事情。那 make changes to something 指的是对什么东西进行改变。那除了有立场、态度以外呢的意思以外，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姿势 （位置）。我们看一下它英文的解释：The way that someone is standing or sitting or something is placed，指的是一种方式，而是人站的方式，或是坐的方式，或是某个东西被摆放的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The dog jumped onto the sofa。好，这个狗呢，它就跳到了沙发上，and lay down in a comfortable position。然后以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呢，好，怎么样，趴着。那我们来看一下 lay 这个字啊，它事实上它的原型是 lie。那它的三态 lie、lay、lay，然后现在分词是 lying，好，指的是躺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我会把它翻成这个狗呢，好，就是以一个舒服的方式呢，趴在了沙发上。那 in a 什么样的 position，好，指的就是以什么的姿势。接着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第14个单字 spin。通常的用法呢，好，我们使用的是单数的用法，那事实上它是一个非正式的用法，means a way of talking about information，好，是谈论呢资讯的一种方式，especially to make something seem good or bad。那尤其呢，你想要让某个东西看起来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因此它中文的意思指的是导向性的诠释或是描述。例句：The politician tried to put a positive spin on his policy。这个政治家呢，他试着呢，要把他的政策呢，好朝着一个正面的方向呢描述。Yet few people actually believe in him。然而呢，世上很少的人呢，几乎没有人的意思哦，几乎没有人呢相信他。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里面这个字的搭配用法：put a spin on something 指的就是将某事呢描述成正面的方向。那例句里面的 feel 呢？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哦。feel 呢，事实上本身这个字呢，它有否定的意思在里面，指的是少到几乎没有。OK，那最后 believe in somebody 指的是相信某人。那 spin 这个字除了有指的是导向性的诠释或是描述以外呢，它也可以指的是 the movement of turning around quickly，它是一种移动，而这个移动呢是怎么样快速的绕圈圈。好，因此呢，它指的就是旋转的意思。例句：The car went into a spin。那这部车呢开始打转。Go into a spin 指的是开始打转的意思。After it was hit by a truck。为什么这一部车会开始打转呢？好，是因为它被卡车撞到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动词 spin。那在看这个字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三态哦：spin、spun、spun。那如果是现在分词，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它要重复字尾 n，然后再加 ing。那我们看一下例句：The dancer spun around beautifully on the stage。这位舞者呢，在舞台上呢，好，非常怎么样，优雅的旋转着。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15个单词，hill 这个字指的是 to make a bad situation or a painful feeling end or become better，好，是使一个呢很不好的情况或是一个呢比较痛苦的感觉呢，好可以结束，然后变得更好。因此呢，它的中文意思指的就是使愈合或是使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哦，After the Civil War，好，在内战之后呢。The Civil War 指的就是内战。The president worked hard to heal the country。那总统呢就非常的努力，想要怎么样治愈这个国家。
可以希望呢，他的国民呢，可以从战争内战的这个伤痛当中呢，可以慢慢的康复啊，然后回到正轨。那 work hard to do something 指的是努力做某事。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意思哦，指的是 to make the bone or skin grow back together，指的是让你的骨头或是你的皮肤呢，可以再长回来。OK，or to become healthy again，或是呢，可以再一次的怎么样变得健康？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句：Certain foods such as vegetables, fruit, and milk are helpful in healing cuts and wounds。有一些的食物呢，某一些的食物，像是蔬菜啦、水果啊，以及牛奶，事实上呢，它们在帮助愈合割伤或是伤口上面呢，好是很有效的。那我们看一下例句里面，be helpful in help 是帮助，helpful 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在某一方面上面呢很有帮助，be helpful in。那 cut 如果当动词是切割的意思，那在这里呢它是当名词，指的是割伤。那 wound 指的是伤口，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那在结束这个单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补充哦。如果在 heal 后面加了 ing，它指的是治疗。愈合的意思，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我们看一下例句哦：Ginger and garlic are thought to have healing powers。姜啊跟大蒜呢，被认为是具有什么治疗的能力，所以你可以用 healing powers 治疗的能力。接着我们看一下第16个单字：division。division means a situation where people disagree about something。它指的是一种情况，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人们呢不同意某一件事情，因此它的意思指的就是分歧不合。例句：There was a growing division within the office。在办公室内部呢，事实上呢，大家的分歧好越来越多了。那 division within，好，within 呢，指的就是在里面的意思，所以 division within 指的就是某事物内部的分歧。那除了呢，介系词你可以搭配 within 之外呢，也可以使用 between，好，指的是什么之中的分歧、之间的分歧，或是 among 之中的意思。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后面，Jane believe the project should be conducted one way。Jane 呢，他相信呢，这个计划呢，应该呢，用一种方式来执行哦。While 然而呢，her coworker thought it should be done another way。但是呢，他的同事呢，却有不同的看法。那 coworker people who work together with you 指的就是什么？同事。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Division 呢，它的补充除了有课本上的指的是分歧或是不合的意思以外呢，它也可以当做分配或是分派，然后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For example, it is important to find a reasonable division of time between one's work and personal life。好，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哪一件事情很重要呢？你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分配。对于时间的分配，好，在你的工作跟你的私生活之间呢，好，应该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分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名词，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叫 divide。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哦。Experts worry that a war will break out。专家呢，他们很担心啊，战争呢可能会爆发。Break out，好，是一个片语，指的是爆发的意思。那谁要什么东西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呢？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好，这个战争呢是两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会爆发。Why？Because of their growing political divide，好，是因为呢他们政治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那 divide 指的是分歧，加了 political 这个形容词，指的是政治的，所以 political divide 指的就是政治的分歧。那 divide 这个字除了可以当名词以外呢，它也可以当动词使用，指的是使分开。我们来看一下例句：The researchers divided the participants into different age groups。这个研究人员呢，把参与者呢，好，把它分为不同的年龄的群组。OK，所以 divide A into B，把 A 分成 B，好，所以把这个参与研究的人呢，然后分成不同的年龄的组别。